们觉得我要。你们觉得我要先喝哪一个？现在玲玲神团带你去流浪。好，我盲摸好了，我抽到谁？好，紫菜蛋花汤。我们今天先喝紫菜蛋花汤。谢谢吉米粥的米卡。谢谢 Free Play 的守护许愿瓶。刚回来的时候，好险你没有说很大，就是一阵一阵的这样。
张纸上。雨好大，对啊，我明天还有事哎、欸，然后来看吧。明天台风天，学校还有表演。学校还有表演。幸好取消了，所以我就不用赶路了，就直接去学校表演就好。你要来看我表演吗？户外开放式的，不知道说真的也没有差。我们不能去吧？等等去就三个月，会哭。什么三个月？什么什么意思？什么三个月？怕死缘分相遇。我觉得我转去新学校有变比较开心哎、欸，不知道、欸，就是觉得说，比如说好像换个环境比较适合我的样子，而且就是不会像之前一直那么常迟到，就是变得比较不会那么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时候。还长大期间，就是还成长吧，就是成长过程中可能比较累，不知道，然后就很想睡，就会很莫名其妙的很累，但不知道什么，可能还长大，可能现在已经长完全了，现在已经18，所以就没有那么累，就比较不常迟到，还是可能比较远吧，因为从我家到我学校要一个小时左右。我不知道是不是才刚开学，我之前是一开学就迟到哎，呵呵。而且这是糖，这也不是吃的，所以应该算是宵夜。而且9月4号不是那个吗？星期天不是有那个吗？生日会。希望不要下太大的雨。
连台风避难所。我最近很常 emo 哎。没有表演啊，要 solo。还要大家给我点力量好吗？就是我不要可呀，要戴手环吗？可以戴下吧。就我毕竟不是像小青一样有那么多表演经验，这样就是可能是我个性，就自己一个人做成。就连表演的时候，就明就已经准备到台上的时候，我还是会我要跳舞啊！哦，一样的动作吧，我不知道，反正就很尴尬啊。我第一次在 TP 粉面前 ，TP 遇过什么 travel 之类的，就是大家可以欢呼哦。去，就算跳错。反正就是我可以就是想想看，我猜想大声地说，为何处我也要去。记我的行走给你，就是越花越淡的概念。我要补下眼线，补下眼线。我最近疯狂
加珍珠无糖小冰，超好喝。然后我今天就去，我今天就是跟朋友下课的时候去西门吃萨莉亚，然后吃完的时候我们就去买，我就他就陪我去买无糖。什么埃及艳什么东西？什么埃及艳后？我们的梧桐号在这边，然后乌石兰在这边，然后我刚刚就是走，然后就走那个马路到这边，然后走错，就走错，然后才发现要点餐的时候才发现啊，不对，这是乌石兰，不是梧桐号。你也太可爱了吧？对啊，然后我朋友说。是长得蛮像的嘛，可是眼线吧。埃及艳后是哪招？天啊，整个欧洲下去，哎，真的很好听哎。零零晚化妆蛮好玩的，就无有事没事就补，没事就补有。我在讲什么？我在讲。Too sure. 想要换化妆，普普。
瘦瘦的。是我的个性，我的最爱，亲爱的，谢谢你爱。真多人说我像金城。我是在用以前买Gucci 唇膏送的化妆包哦，好好，那还是 OK 的。谢谢旅馆的红玫瑰 ，Gucci 也有 ，Hermes 也有彩妆系。不要，我不需要男人。贵妇凛凛震动，我没有看光鲜亮丽的东西，只是走在东西，因为我喜欢看。对，可能我比较喜欢时尚产业的东西吧，就是大学之后也有可能想会想读时尚产业经营管理，就是对未来找工作可能比较有帮助吧，毕竟。读文学中文系没什么帮助，而且我们他之前好像读辅仁吧，他读辅仁然后被我觉得很厉害，考到还不错的学校，好辅仁中文系，就是之前有个人跟我说，如果要考中文系可以考辅仁，我考不上，他考上了，然后被退。他不念，或者他可能很累，不知道。就是我觉得，会读书真的好幸福。像我就是不会，我就是英文满分50几，我可以考18分的那种。品牌经营啊，或是，就是行销、新品行销这种、产品行销这种。看多了，其实每年的吃相都差异不大。算了吧，我觉得我先把我的英文练好。我不知道，抓到我练英文的方法，就是不知道怎么练啊，我怎么练都练不起来啊。死读吗？死读感觉也没有，对我来说，我就死读对我来说没有用。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用的应该是多听有兴趣的东西吧，就是可能放慢速度这样。可是你的口音听起来就是，我跟你们说，我真的超扯，就是我是会念的，我口音我发音超标准，然后也很会念英文单字，就是我可以念给你们，就是但我就是英文不好。但我就是不敢讲句子，我只会讲单词，我不会讲句子。而且，就是我看不太懂学校的，就是学校的英文考卷是在干。因为其实说真的，的讲法是其实是那种外国人不会讲的，不太会用到的，知道吗？就是。要念太简单了，你至少要练到可以跟 LV 总监沟通。你不够练英文吗？不够啊！不练的话，那我真的是觉得蛮厉害的。真的好难。Do you want to drop?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不知道，就怎么跟你们说呢？就是
就是很怪，太知识化了。就是我想要，因为我喜欢用我自己的想法，然后去用英文的方式表达一个句子。可是学校他教的不是这样，学校就是说你一定要背这个文法，就一定要套入这个文法，就是。数科的学科课，就是教舞台的东西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算差不多4年嘛，演艺术了。然后虽然我可能真的因为个性，学校老师教的比较直接一点，就是比较难，所以他比较单刀直入，就是他不会给你拐弯抹角说，就是他不会像可能我现在这所学校老师他给我们。去印一个，印这种，首先从头到尾阅读完，情绪起伏，可能老师就会这样讲，他是用这种方式教我们，可是非常有难度的剧本，是那种大人。我根本看不懂，然后好像是这个剧本，反正就是很难的剧本，然后人物自传这种，然后写很多字。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都不会写，我就上网什么样会让我们觉得没有啊，就这样，没有很难。但其实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也有各有各的坏处。就是之前那一所学校的好处是你可以见识到。原来是这戏剧是这样一回事，没有我们想象这么简单。然后可是这所我现在来到新的学校，老师给我们那么简单的东西会让我觉得好小孩子，就是这该是有高三会每场表演都有道具，可能现在我要表演刷牙，我是要我拿着杯子打开水龙头接水放上去，拿牙刷冲水，把水龙头关掉，这样。然后老师会开始观察你每个动作，说你这个角度是对的吗？你这样刷，你戳到你的脸了。就是可能一般没有学过戏剧的，老师说来，请演刷牙，他会讲。但是这样你不会戳到你的肉吗？就是流血了，压力的这样。但是如果真的学过戏剧，会注意细节，他其实不会刷这种，他是有角度在的这样。就是对。然后那时候老师就说很酷欸，就是现在才发现戏剧好玩的地方，之前都觉得好像老师在干嘛。对啊，无实物怎么写啊？就这样，无是无中生有的无，然后实是实体的实，然后物是也是因为老师比较狠，然后让我们学比较，我们会比较难接受，我那时候会比较难接受，也比较不晓得，可是。其实会知道老师这样教是为什么，学校教的这么深这么认真，我高二高三教的东西已经是大一大学才要刚开始教的东西，我们已经学了算是吧，但我还是本来就比别人学的还要多一点。是先给你们的震撼教育吗？对啊，算吧。难怪我那时候压力
没有准备吧，然后我没有准备，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糟糕，我就先上还没上台我就哭了，然后哎，很卡吗？很卡吗？现在。因为真的太难了，走偶像，毕竟我就是花瓶嘛。公司的，我要以公司为主。但其实像是学你该学演艺科嘛，就是多多少少抱有兴趣。我跟你们说，十六、十七岁真的是非常需要睡觉。我的成绩跟我的能力没有办法。连文化都没有办法考上，那更何况说所以就没差，我就直接我不知道我觉得跟睡觉息息相关，你知道吗？毕竟我也是学测考了要两次的人，我有啊，我有啊，我几你知道我今天几点起床吗？五点半，化了快一个小时的妆，我六点半出门，我没有迟到哦。好像北大、台大学科如果有的话，也是可以上。就是如果我那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很好好的珍惜学习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正在反省，不知道突然不知道就突然你知道突然某个 moment 就突然回想，就觉得自己之前不应该这样子，对，就想回去跟之前那些老师道歉，但没有自尊心比较强吧，就是自己知道就好，我不会跟老师说，老师就是我之前会想这样，不会。如果我真的还喜欢表演艺术的话，那还来得及。他是这样跟我讲，他说如果你是转学是对的，因为如果我没有转，然后我直接就是这样直接念大学的话，对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之前跟现在落差在哪。对啊，哦，真的是，我真的谢天谢地，我有转学这件事情，你知道吗？真的谢天谢地耶，我真的转念，对啊，转学也顺便转念了，谢上帝。每个都有，就是我觉得每个自己要怎么去想，就你可能得到那个成就感，那也会，但是你遇到的事情就会告诉教会你一些事。男生才会这样想，然后我跟你说，
或者是说你长得漂亮，然后读艺术真的要我觉得很厉害，要读艺术高中又。很听话，然后数科学科都很分数都很高，这样，这对我来说才是那种，好像我在讲我觉得就是不是很乖的那种，就是滑手机拽，就是你们自己，你们是女团的，然后在唱，科的哦，这样。在的，你知道吗？就是不是你们觉得我像是读艺术高中的女生吗？才像是读艺术高中的女生。而且不是人人都是懂的哦，就是事情我才能懂，搞不好其他可能领悟力比较高，所以就马上可以懂，但我可能是需要一些经历，然后让我深刻反省这样。对，很多事不是别人讲的，自己思考想通才有用。对啊，老师说真的，其实转学有一个好处是你也可以学到不同东西。之前那一所学校没有 girl style， 就是我那所学校没有。然后这所国标，其实说真的，我一直很想学国标。是，我也有想学，就是那个帆啊什么的。哎，这所学校有民俗技艺课，生日快乐！来，那个帝王蒸要半小时，你们帮我打榜好。妹妹，你是不是觉得钱很好赚？啊！我在说什么？对啊，就是被掰两次皮啊！八月前要收到，我们今天才收到，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讲，反正就是我。要午餐要自己买，我买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那所学校很多，但是如果真的我真的很喜欢戏剧，哎，就是不知道，哎，就是我觉得戏剧很，有一半是因为我有时候蛮懒的，就是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有时候就会不想听，就花脑啊，需要用脑袋。我常才这样。现在，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所以现在在业界的长的前辈，我都得罪光了。你们现在还不是谁谁谁学生，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知道，就是可能如果小黑是走电影戏剧的话，然后。”我们就是会互相有工作上面会有合作，不然就是互相都会认识。如果我们说
对啊，好喜欢哦。对啊，你们不知道台湾艺术圈很小吗？就是哦，前辈，他们哦，我知道他。我什么？他是我什么老师的？就是以台湾艺术圈这种小街舞，台湾街舞知道吗？就是真的那么小，很容易就哎，以后看到他们我怎么这？那我不知道是那个500那么多人来，就像你之后跟后辈说这些，他们也不一定懂，还是得自己醒过来。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其实那些长辈们都不会希望我们真的经历过，因为你经历过会痛啊，不会刻骨铭心，你只会听了左耳进右耳出，哦就这样，然后下次就忘记。但如果你亲身体验，现在旅馆的啾啾。怎样？每次想去看《花样年华》，因为《花样年华》比较这样。然后其他老师就会跟我们说，其实。然后你们这样子，你觉得？就都很难过，就很希望老师留下来，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是这样，对，但很困难，我们就是学生。谢玉的心思也差，对啊，那我们现在懂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之前那些老师看到，而且我觉得之前老师看到我现在这样子，我觉得他们应该会，他们至少会觉得放心了嘛，就是，好，对，还结果转完摇身一变变成不动。欸，如果我很担心，如果我之后就是不在 TP 的时候就没有粉丝监督我。而且说真的，其实，总有一天一定要离开的嘛。小，说真的，你们可以当玲玲的粉，自己讲自己害羞。对，我觉得我是那种，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像林一这种 C 位，那种最强 C 位，那种很会跳舞，然后很偶像的女生，我觉得我是成长型的，我是标准成长型的。AKB 本来就是成长型的，对啊，成长类型的也好啦。不坏 ，Not bad。我一直都是越唱越，你知道嗡嗡超坏的。嗡嗡说他一开始看到我的时候觉得我很正，然后之后觉得我觉得是我才会很像整的。我有人要帮我念，有人要帮我写榜吗？
可能吧。圣道很像真的，圣道很像真的。可以补啊，但我忘记我想要说。隐形超人，隐形超人，我不知道隐形超人要补什么。第十名是怀怀，第九名是晴湖，第八名是莫婷，第七名。是 Free Plus 第六名是吧？哇，我不知道唱什么哎、欸。月波黎明前，阳光朦胧，展开了出了梦我，未来迎接恩赐和声。可以吧？